服鞋子多得数不清，古装时装要配套，笑一笑跳一跳，快乐女孩没烦恼，下雨了洗个澡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笑一笑跳一跳，快乐女孩乐逍遥，天晴了空气中都是成长的味道。适当的距离哦。这件事情真的和你有关？是，对不起呀，是因为我的技术太差，加上华伦给我的强力胶太好用了，我不是故意要把老师们同学们粘住的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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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呀。其实粘着一张椅子到处走也挺好玩的，但是这台自动售卖机有点重。哼，说一句对不起就算了吧。王主任，您轻点儿啊。白米饭同学，你为什么用那么多的强力胶，还弄得到处都是？可能是我力气太大了，整天把东西弄坏，把东西弄坏，当然就要把它们修好，修好就要把它们粘好。可粘东西的时候，强力胶全露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把椅子弄坏了，又没有粘好，所以纳兰坐的时候，椅子粘住了他。应该是。你弄坏汽水机、桌椅还有栏杆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为什么纳老师和王主任会粘在一起呢？我看王主任的衣服破了，所以。衣服破了要补，不是粘的。不如我们玩剪刀石头布啊！吴状元还没来呢。对哦。不如我们玩木头娃娃不准叫啊！不是要等吴状元吗？对哦。为什么吴状元还不来吗？我来了。你在干嘛？这棵树是因为……我发明东西很少会失手的。这支强力胶我打算扔了，吴状元说不要浪费，就拿去用了。快想办法解决吧。OK。超级厉害溶解液。有我这支超级厉害溶解液，很快就会没事了。吴状元，对不起，没想到我的发明会。华伦，勇于认错是好孩子的表现哦。但是你要知错能改才行，你这样一错再错，错而不改是不行的。每次发明的东西都有问题，然后还给武状元试用。不要学我。其实都是我的错，华伦说了是失败的发明，我还坚持要用，整天粗心大意。不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哼，武状元，你明白自己粗心就应该注意点，知道自己大意，做事就要小心谨慎。小朋友们应该做好的事，对的事，我们是不可以做错事的。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
武状元。糟了，我又弄坏东西了。花轮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我现在正需要你的溶解液呢。超级厉害溶解液。快点去救黄奶奶和冬菇吧。不关我的事啊！其实思思和武状元一样笨手笨脚的。来，大家吃点点心吧。哇！这些热巧克力很好喝的。黄奶奶，这个杯子好可爱呀！是啊，很漂亮吧？这个杯子是思思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呢。啊，是啊。这么说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哦。所以我用的时候一直很小心，只有贵宾来的时候才会拿出来招待朋友的。这个杯子这么有纪念意义，思思，你一定不能把它弄坏呀。知道了。这些点心真好吃啊。好困啊。哎呀，黄奶奶叮嘱过我去找她的，差点忘了。黄奶奶，我来了。黄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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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奶奶不见了，会不会是我在做梦，或者太困了？他明明进了房间，但又不在。我其实好早就困了，现在在做梦。黄奶奶。哇，怎么你今天这么早啊？肥郡主，黄奶奶不见了。黄妈妈一直都是很早出去运动的。啊，对啊，我怎么这么健忘啊？啊，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明明看到那个人进了房间，但是你跟着进房间之后却看不到那个人了。IQ 题吗？很容易的，房间有后门啊。那个人懂得高科技的隐身术，或者他会魔术。那个人不会魔术的啊，这就更容易了，一定是看的人眼花了。或者我真的太困了，我猜也是这样的。原来你说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啊。我昨晚明明看见黄奶奶进了房间，我就跟了进去，却看不到她，你们说是不是很奇怪啊？别人说人老了就会变得很难懂。柔柔，你看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种说法？柔柔，柔柔，柔柔。对不起啊，萝卜糕。柔柔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不小心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，很奇怪吗？开玩笑而已，你别当真。柔柔，你生病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没事的。你们是在说谁不小心啊？等等等等，
这个月的学生之星就是心有肉。你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柔柔每次默写都是100分，而且她从来不迟到。柔柔她一直都是班上的模范生，所以她当选学生之星是最合适的。星柔柔，过来吧，老师把星星剪纸给你。苏老师，这个月柔柔可不可以不做学生之星？柔柔觉得自己已经连续当了10个月的学生之星，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。柔柔，你真是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苏老师欣赏你啊。思思也欣赏你。我也欣赏你。我也欣赏你。你们不要总是把我想得那么好，其实我和你们一样，也会不乖，也会做错事，也会不招人喜欢，我根本不配当这个月的学生之星。原来柔柔这个月不乖呀，那么柔柔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犯了很大的错误吗？我今天早上没有把早餐吃完。切，装模作样，不如去吃雪糕吧。Good idea。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光速饼雪糕呢？我知道有间雪糕店，有最新的科技，连白米饭雪糕都有，可能会有光速雪糕吧。啊，那就赶紧去看看吧。柔柔，你急着回家温习功课去吗？不是的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去吃雪糕啊。我不想吃雪糕。那你想去哪里？想去游乐场吗？他肯定想去图书馆吧。我哪里都不想去。现在我只想去思思家。去我家。思思家。我只是想去思思家里玩。那也好啊。那我们先去买雪糕，然后再回我家不就行了？哼，买雪糕都没有我的份儿。耶！华伦，你赢了，该我了。我刚刚才开始玩啊。可你的对手是武状元，你不就很容易赢吗？不行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不行，重新排队。武状元，你输了。没有啊，我还没开始玩呢。那我们玩下一个游戏吧，轮到下一个了。柔柔，到你了。咦，柔柔呢？她刚刚还坐在这里的。她是不是去厕所了呀？他今天好像去了很多趟厕所呢。柔柔，你去哪里了？没有，去厕所而已。那你肚子不舒服吗？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？不会吧，冻菇做食物最干净了。我只是随便走走，参观一下。参观？你不是经常来我们家的吗？是不是又轮到我了？武状元，不是轮到你呀、轮到我才对。柔柔又不见了，又去厕所。你们觉不觉得柔柔今天很奇怪呀？怎么会突然那么喜欢思思家呢？还突然变得喜欢到处参观。会不会突然喜欢留在这里过夜呀？明天不用上学，我今晚可不可以留在这里过夜啊？这么准？啊，好开心啊！柔柔好久都没有和思思一起睡觉了。是啊，那我们早点睡吧。啊，我们玩游戏吧，玩玩具好呢，还是玩化妆啊？还是早点睡觉好。那也是哦，睡觉也是很好玩的。啊，小咪，快过来一起睡吧。小咪抱着很舒服的，柔柔，借给你抱一下吧。
包过了，睡吧。啊，我太开心了，实在是睡不着。思思最怕的就是读书了。那要不要蓉蓉念诗给你听呀？好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找不到那个杯子啊！柔柔，你这么晚去厨房，究竟想找什么呀？肚子饿了吗？来，黄奶奶请你吃饼。黄奶奶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黄奶奶还有很多饼呢。柔柔想说的是前几天的那件事。啊！谢谢你啊，柔柔。那些脏的杯子放在这里就行了，我先去买菜，等一下回来再洗。哦。我平时的手工做得那么好，一定可以粘好的。完成了。虽然这杯子看上去很完美，但是做错事后心里始终觉得很不开心。这个杯子可是思思送给黄奶奶的第一份礼物，因为柔柔的不小心把杯子弄坏了，黄奶奶一定很伤心。黄奶奶没有这样想。柔柔，你来呀。宝藏啊，这个真的是黄奶奶收藏的宝藏，你看。为什么全都是破东西呢？这里的东西全都是我最喜欢的，它们都很有纪念价值。比如这辆鸭子车是你皇上校长玩过的，这条小手帕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虽然这里的东西全都坏掉了，但是每当我看着它们，我看到的不是老旧和破烂，是所有开心和甜蜜的回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物件都是死物，变破旧是必然的命运，但回忆是不会变旧的，也永远不会破。所以重要的是物品带来的回忆，而不是物品本身。你明白了吗？好像明白了。能，就像你看到这个奇怪的杯子，看到的不是它的裂痕，而是黄奶奶收到思思礼物时的那份心情。100分。就是这样，黄奶奶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。还是不明白？柔柔的手工这么好，完美的复原了杯子，为什么黄奶奶会发现它已经坏掉了呢？因为柔柔，你每次考试都拿第一，是不会拼错单词的。但思思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，她这个杯子正面的英语单词是特意拼错的。你看，你把 cat 拼对了，我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。柔柔全都明白了，向黄奶奶认错之后，柔柔心情好多了。其实这个柜子这么漂亮，黄奶奶你为什么要藏起来，放到客厅里不是更好看吗？不行，思思那么粗心大意，我怕到时我连一块碎片也找不到。你记得千万不要把今晚的事儿告诉思思啊。啊，知道了。不用说，思思也知道了。思思和小
小咪还以为是老鼠朋友来看我了呢，原来是王奶奶和柔柔。啊，你们藏在床底下干什么呀？这么好玩，思思也好玩。我晕了。话剧到底表演什么故事呢？外星人你又说不行，我也不想演动物。甜心百货举办的你猜我又猜猜猜汽水罐游戏呀、啊、游戏只要你能够猜中就有机会环游世界了。我到现在还没有交表格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总之我一定会帮你的。